可逃。亲，这是你盖过了喧嚣。生意终于停止了。死亡对于他来说，未必不是一种解脱。前方易守难攻，敌人将会蜂拥而至，全力杀出一条活路。剁碎了他们！阎王去吧！这里杀气好重，青龙不死，血衣重生。少侠，既然到了血衣楼，不如陪我玩吧。血玲珑，你不是死了吗？那个是我的姐。原来如此，陛下好气概，你去陪了他好不好？终于成为了现在。就不会有影，你们俩都不会再寂寞。此处是血衣楼死亡。
重生。入口被封，看来只能轻功上楼了。入口被封，少侠，我来助你上楼。没想到你们居然能来到这里。野儿，你是那个青龙使者？野儿和主人一起来血衣楼玩。野儿，你可真乖。孔雀，你没死吗？野儿做的主人永远不会死的。主人造出来的傀儡。主人才不是傀儡，主人就是主人。颠倒疯狂，令人无语。来陪我玩玩吧，主人。野儿又可以来服侍你了。青龙会真是可怕，什么人都能往我旗下。血衣楼的守备力量已除，青龙会的使者已死，回去找黄将军复命吧。今日之后，江湖中将再无血衣楼。